我是甜甜，今天又换我来打这个第二章的大魔王了，希望我可以很简单就把它打败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咯，开始。其实我拥有五种特别的力量哦，他被那个大魔王夺走了，所以五种是大绝招的意思吗？对，所以我要打败他才可以有五种力量。哎，好，一起攻打吧，攻打啊，出发。可以 ，yes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战胜，开始，只要把被夺走五种力量拿回来，然后呢，的话就不知道会怎样，我要认真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吸，对，我刚刚没有吸到那个徽章。然后这边结束，打爆他！哇，帅！好，主线要破门而入吧。风车之门。风车之门，有东西可以吸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样也是同时在送你的手臂耶，好可爱哦！你叫什么动物？公鸡。我们可以带的那个，不要乱说主意，说主意，那个很热的，觉得很累，就边休息边。下次在那个健身环上面绑一个哑铃啊。哎，吸那个吸啊 ，yes。那脚还跟着这样伸，真的是攻击哦。为什么这么多是攻击？我。哇，我已经手酸了。说不定不用打大魔王。没有，大魔王在前方。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我看到了。啊、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大、啊。依依，你笑什么？你们笑了，有跟着笑了。哦，发射筒，他在旁边就是在这样子吗？他这样子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我还有伙伴在呀，能力被夺走，才不算什么，才不算什么。好，那你还给我。真的吗？骗的。哈哈哈哈，被骗。你以为哦？哇哇，他你还要先打，我要先打他两个。我刚打绿色那一只就打超久了。天哪，这个螃蟹！他说我可以休息。他这是合体吗？合体技。对，要先打那两个才可以打。太屌了吧！我只能甩 A A， 可是攻击力只有20哎。欸，可是他可以打两个。这个啊，这個、可以打三個。啊，这也可以打。可是你现在就是要打两。所以我用这个吗？好。向下推压。好，弄吧。哦，要维持。我刚那个。做得好。好。有哎、欸，又打到。哇，这个是可以打三只。可以打三个哎、欸。在我的那个腹肌单是比较少。对。打哦！甩手，甩手，甩手应该也可以那个。好，甩手，这个啪过去。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左，左，左，可以加快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他真的在被打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没办法加快。右，左，还有一半。尽量。
怕巴塞罗那打你哦，要跟着他的那个，不是你那个要平的，要水平的。还有五分，然后再打一下这样。对，这样才有打到。动作很慢。可恶！可恶！哈哈哈哈哈！很怕挂掉。哇，直接打一个哎！加油！怎么办？我要高强力的，高强力的。你要选怪哎！高强的，要高强的。好的。选怪，选怪。选怪。应该是先选什么？那什么？哦，先选。好，随便啊。好吧。惨了，我怎么觉得我又要死掉了？没事没事。这样做我都觉得我腹肌变硬了。你吗？反正打死了就换。他放弃。放弃椅子。好。继续打他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应该快挂了。把他打死就不用被打了。他就不用被捅。Yes， 然后又要腹肌了，对，他一定要打。不用很多，快去打，不要打腹肌就好。在最前面的还可以那个吗？可以，可以再用，可以再用一句。下推压，我忘记在干嘛了。压，压住。他做大腿内侧要用力耶。对，大腿内侧为什么要用力？可能一起运动到吧。夹屁股，夹屁股，夹屁股，对。他怎么连一半血都还没被套？甩手，甩手，甩手打那个，他应该就会死了，应该坐一下就好。水平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右，左。你要放大一点，他才会被你打歪。右，对对对。左，右。哇，那个快死了，对，他快死了，死了，又死了，又，过，打死你，打死，打死，很气，很气，很好的，我看还有半条血耶。哦，他没有那么强的威力了。三对他。好，动吧。盖住，包括脚尖，很好。就是这样。好，
想象成你怨恨的人。踢他下巴，踢他下巴。惨了，还在干嘛呢？加油啊！哎，好，有是双臂推肉，好，动吧。喜欢的话，这样我们是不是打了20%？应该有，虽然还我了一个力量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所以应该五个力量要打完。对，我们应该打了20%了。战斗颜色的能力。可以使用新的能力，使用与敌人相同颜色的健身技能进行攻击哦，造成高损伤哦。如果他是蓝色，就用蓝色打他，没错，扣比较多。现在拿回来的战斗能力颜色，哈哈，逃不掉啦。所以我们是什么颜色？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如果那个怪是蓝色你就选那个蓝色攻击，这样对它的损伤比较大。继续游戏第三站，万事屋宇发光的球，
哇，这边有几个？很多。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，下一个还是我吗？好，今天呢就是我带大家在第二章的大魔王，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章啊。如果喜欢呢，就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会用下一个人来帮你们带第三章的开头。那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时候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